PGD 520-2根据标准 GB-T 92279.2 ISO 15188-2研发而成，用于测定漆膜抗滑针滑透性能，以衡量漆膜的硬度。仪器提供一个可变负荷，即划痕试验过程中滑针加载在饰板上的负重从零或从其他初始负荷逐渐增加，试验结果通过测量最终负荷点至刚出现划痕点之间的距离来计算饰板刚出现划痕点的临界负荷表示。仪器工作平台可前后移动，方便用户在同一饰板上快速切换不同的试验区域，带有可变利弊，有不同重量的油码和定值砝码，适合不同的要求。超大的工作平台适合不同尺寸的饰板。仪器包含一根电源线，三个不同重量的油码，两个不同重量的砝码，一条滑针，一个外置水平炮，一把特殊刻度尺，以及一根砝码固定杆，另随机附带一份校准证书。